行军途中来到一个淳朴的村庄，当地的村民正为时常来打家劫舍的盗贼所苦，禁不住村民的哀求，于是前往贼窟剿匪。为了相公，我要更加努力。请救救我们，有一批恶贼把我们的村子给抢了。大叔不用怕，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。欺负百姓的人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敌军也很厉害，大家要小心一点。不追敌过深，先等友军过来。我们也快加油吧。敌军也很厉害，大家要小心一点。快加油吧！